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啊。前一段时间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叫老赵炸串，他这个设计的锅啊挺有意思啊，这样呢比较省油，我也做了一个。卖东西主要还是先为了自己享受口福啊，这些东西卖的都很便宜，就5毛钱一串，没事自己吃着玩。外面的面糊炸得金黄焦脆，口感才非常好。所有的素菜都是这样的，所有的菜都挂着面糊，外面炸得焦黄焦黄的，然后吃起来是外焦里嫩，味道非常好。控油也非常方便，只要像这样支棱起来就行了。好了，现在刷上酱。再撒上辣椒面和孜然，就可以开吃了。这真是色香味俱全啊！怎么样？看起来不错吧？你仔细听，还有嘎嘣脆的声音呢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收看。